为鸡腿拔钢筋，才能够被窃贼买通。哎，小狗狗，你想吃的是这只鸡腿还是这块排骨啊？许多人都会养狗防贼，特别是这种黑色土狗，向来给人忠心又凶猛的专业看门犬形象。只是没想到，小熊乖乖，这只小熊竟然连小偷来时也乖乖。苗栗这对萧姓姐弟档，因为平常有吸毒习惯，为了筹钱早就多次行窃。日前两人发现竹南这家精品店老板娘行头可观，决定展开偷窃计划。弟弟先是假装顾客到店内及附近勘察地形，因而得知对方有饲养很凶的公狗小熊来防窃。主人有人哦，小熊要主人跟他说 OK， 他才会靠近你。弟弟因此突发奇想，决定在晚上时送上万恶的宵夜鸡腿便当给小熊疏通关系。在前前后后至少三次的食物诱惑下，原本警戒的小熊终究臣服于扑鼻鸡腿香。小偷事先喂他吃很多餐了，然后他看到他都不叫。本月十二号得知无人在家，姐弟决定动手行窃。在轻松过了早已被收买的小熊这关后，弟弟顺利潜入，并搜刮了钻石、翡翠等贵重物，价值数十万。直到前天，两人又打算犯案时，被店家察觉报警。警方随后也巡线将两人逮捕，讯后送办。至于可爱的小熊，虽然这次辩解，但至少平常护家有功，主人骂个几句本狗后，也就不再责备了。懂新闻，汪汪，你早喂我鸡腿就没事了嘛？报道。